可以到十台，未来可以到三十台，哎，很均匀的在空间里面分布，又不会零钱的飘洒，也不会掉下来，很乖。总统可以拉回来，记得拨回来。非常感谢那个我们科技处还有农委会的这个计，就可以有这么好的防护效果，感恩。谢谢。在这边请总统呼吁爱用的蓝色。3、2、1。台湾的老鹰一样啊、哦，非常的轻盈，最主要是要收集农业的大数据。3、2、1，开伞，开伞。好，开伞的时候，它以对数来降落，然后它的照相机就不会损坏。那从这里开始，我们就想说呢，我们要协助农民在未来这个农业、农作、农耕这件事情上面，怎么用科技来解决，就是农药喷洒这件事情。啊，因为农药对农民的伤害是很大的，农药减半也是个未来的趋势，所以我们怎么把农药减半跟这个降低对农民的伤害这些绑在一起？如果用无人机就可以避免掉这个伤害，如果用无人机来替代人工来做这样的事情，它会形成一个市场，我们就应该大力投入。那所以我们为了便民，让这件事情可以安心的上路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去协调民航局跟农委会，所以呢，在合法合规上路这件事情，我们就做了两件事情。第一个叫做一试双证照，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？农药减半，透过无人机来实施农药减半，然后农药喷洒上云端，形成这个叫做农作物的履历。